接下来呢，有没有听到有比较多一点的声音啦？好，介绍一下，全台湾最厉害的右手食指跟右手中指，我们的贝斯手 Ronnie， 掌声欢迎。Amigos, a todo el mundo, buena música esta noche con todos los amigos aquí para presentar la música. Thank you very much. Como le pingo a Anta Quejo, Quejo, oh, Kamsha, Kamsha, Lina. 好，这位红衣服的阿公呢，来自阿根廷哦，他是我们今天的小喇叭手，他的名字叫做阿公，给他掌声鼓励。阿公。阿公就可以了哈。接下来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瘦瘦长长的男生？好，他是台湾的那个台湾境内最厉害的一双手加一双脚的总和哈，他是单车勇咖。掌声欢迎我们家的键盘手 Peter。Yes,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